郑云鹏被当街呛，被呛中国捧踢爆哈。郑云鹏在大陆做生意，还注明自己住在中国台湾省台北市，国籍是中国，这是舔共舔得很彻底。他不舔共而已，直接是旋转的。有在看西洋片的人知道老大在讲什么，知道了打六好不好？我不要再做那动作，你知道了打六，老大就是一个优质的频道。馆长就说国民党跪下来舔了，啊，民进党郑运鹏还旋转呢。我不要再做那动作，这是一个优质的频道。中国桃园市长郑运鹏来了，河北桃园，我更想郑运鹏，人民一家之家。陈云鹏，人民币香不香？跟你讲，对付民进党就是要这样子。以前民进党还比这更垃圾，以前民进党搞不好会丢东西，好不好？对付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哈，你认同了打八，好不好？这个行为我们非常鼓励这种行为。就是他一边逃窜中，郑云鹏在逃窜呐、啊，他一边跟着他，一边那边喊说郑云鹏中国捧。对付民进党就这样，然后你知道谁做这件事，老大就这样子，老大都没有站在哪一个政党，但是我们讨厌民进党的心都是一样的。刚才呛他的就是中立市候选人游志斌，我是站在只要能处理民进党的我都给他奖励，我们打一个19好不好？游志斌好，如果你在那边选区的我们都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要这样颠民进党，那人家也送国民党，你们也要学着点。对付民进党就是这样，掉的滴滴掉滴滴掉滴滴掉掉的心，超解气的。对啊，这个新闻最垃圾的是郑运鹏一开始是要用抗中保台，要抹红张善政，结果你要抹红别人之前，你先看看你的。我在形容一个事情，你要抹红张善政的时候，你照镜子看看，你嘴巴 O 型都是红色的呢。啊，说人家舔，你是这样子。好，今天一定是黄标，糟糕。对啊，不要笑人家跪下来舔。对，这郑运鹏这件事情就是打他这个就好了啊。民进党就这样垃圾，然后公把人啊，结果自己弄在这里就去给他逮起，台阁狼，民进党弄台阁狼。